有的。奶奶，啊，天快黑了，咋还搁这卖菜呀、啊？卖多少的？卖多少钱了？没卖手的钱。这都快六点了，马上天都快黑了。啊，没有事。我看你搁那卖没卖掉，都卖给我。都卖你是吧？啊、这是也是恁俩一路的。啊，一路的，都卖你啊，宽、啊。不是，我看着奶奶搁那坐着，我搁那摇花卖。好，宽、啊，都卖你宽。卖菜，好，你不是管走了吗？这一天能卖多少呀、这也？哎呀，卖还不够吃饭呀、你。今年高寿啊？今年70了。身体好都可以、不干啥，身体不干啥。他坐一上午了，他本来受不住了，马上。我都看他搁那坐了，看到。感觉都不对劲，是的，也没有啥的呢。你今上午几点来的？10点。现在都下午6点了，马上。你总共卖多少钱呢？卖有7块5。搁这坐一天。考人社会上有，俩的少啊。你考人多。是吧？这是你这个人考人，撑不住，坐的也撑不住。啊，你咋坐的不对劲？啊。没有房子，有房子都该睡过了。身体不好都别来卖了。是的，是的。5块钱，15、20块钱。哈哈哈哈哈！等一天。等一天没卖完。啊，等一天没卖完。是。我累的。不着，没钱着。没有钱着，不着了。咦，那可不着，给咱和卖面走。你听我说。没有钱不着了，你看你裤子穿的也烂的，鞋子穿的也烂的。好了，那你找干啥去？买个，给奶给爷那俩去买个裤子。好了，有钱买衣裳有钱。哎，那不着了，那不能不着，不能不着。这是我给你买的。咦，那可不能，真的。那不能。你那这那啥的哈？那要是不让你，你拿回家你。不是你，我看你身体不好，咱们俩都得照顾哈。那咋说到你？咱俩能遇见都是缘分，知道吧？哈，不中年人、年轻人该做的事儿，赶紧回家吧。那你咋说到你？你坐着，你这也拉着你走吧，回家吧。认识咱都是缘分，可知道？以后说不定咱都成为亲戚了。你这个人真是个好人，你这个。哎，上哪找远？好，你慢着点哈，你俩。好，再见哈。好。那真，你俩真是大好人。